锵锵三人行啊，据说是快过年了，对吧？我们这个是年前，他们说这是年前最后一集播的，就大年三十前咱们最后一集节目，所以要拜年了，就只咱这里边颜值最高的就又停了，跟大家拜年吗？对对对，跟我们锵锵的这些父老乡亲，祝大家这个猴年行大运，然后像猴子一样机灵。哎，那轮到我哈，我祝大家猴年每天锵锵。跟我们一样锵锵有力。对，好，那就我呢就是代表广大的这个环卫工人祝大家这个不要把环境弄得太脏了啊。而且那个我的祝福呢，通过一段这个最近的街头采访一个环卫工人老大爷，哎，我给大家看一下。是咱们过年不是都要放那个烟花和炮竹吗？对对对 对, 对。您对这个怎么看了？怎么看了？我们怎么看？嗯，那我们是不是站着在朝街看了？回答很好啊，不然嘞？不然我通常假如搞怪的话，就说用眼睛看啊，当然都用手看，用屁股看，用眼睛来看嘛，这样。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思维，我老讲起一个小朋友的这个思维，有的时候很有意思。你的就像跟这个老大爷是一样，他有一种哎。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天真。嗯，我问一个小朋友指着海上的这个船，我说海上是什么呀？他说是船。嗯，你看，我以为海上是天，你要问大人就是海上面的是什么？海上面是天空。但是你看小朋友，他这个你也看太远了吧？我刚刚也是说，你说海上什么？说船啊？你怎么会看到天？这就说明我的大局感呢、啊，格局。你们台湾人不讲格局，你看出我这个格局吗？我们大人是宏观的，就是说海上面是蓝天，对吧？你看小朋友，他最直接要，所以你也是同质化思维。这小朋友是海上面是船，然后我说。船上边是什么呀？我觉得这该说天了吧。船上边是人。小朋友说，我说人上边是什么呀？最妙的在这儿。小朋友说头发。你看这就跟这个，你看你完全又听你行了，不用生孩子了，你老公养你就够了。这个逻辑也对，假如是很正常，我也会说是船嘛。没有，假如是我会海上面是垃圾，因为表达了也反映了人的担心嘛。我们在香港现在看很多海都是垃圾，哎，这反映了公知的这个立场。不是担心啊，我们担心，也可能是说海上面也是人呐、啊，香港到处是人呐、啊，没地方站呢、啊，跑到海里面呢、啊。哎呦，香港，你说这个还真的是我，你知道前一个节是个什么节我也忘了。圣诞节。对，不是比圣诞节还晚一点，就快过年了。最近香港快过年了，一个周末我就打车呀，哎呦。香港居然跟北京差不多了，嗯，这个司机啊自称跟我吹嘘说我当年开跑车的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香港有一种的士司机哇啦哇啦就是跟你说跟你这个骂，然后呢我惊讶的听到香港人啊开始夸起大陆了，这叫认祖归宗了，你知道吗？在这跟我骂这个港府，那就是说香港就衰港了，就没戏了，这个政府不作为啊。我说怎么不作为啊？他说这几天快过年了，市民们都出来办年货，这么拥挤，你看人家北京上海马上就要单双号，对吧？政府说怎么样就是雷厉风行，就这几天单双号就马上就让我们的士就赚钱了嘛，是吧？他说你看这个港府啊，这个在这磨磨唧唧，哎呀，又怕阿爷又怕市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啊。然后你看我这个路也忘了，所以我发现香港真是衰了，包括的士司机跟20年前一路跟我吹牛啊，说你找我这老司机就对了，现在香港真的都不对，我你看你要快啊，我当年开跑车的蹭蹭蹭，我找一个什么哑巴店街呀、啊、最后哎去哪儿了他说这个路都改了，我香港的的士司机找不到路了。你说没有这个好玩，香港的士司机也越来越有趣，因为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嘛。现在香港好多人都到了40-50岁、50-60岁，不管是退休下岗还是失业，都跑去当司机，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我听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说，告诉我好几个都是这样说，那个碰到师傅啊，开车的师傅啊，总是调戏你一下嘛。然后有一个司机很直接的问你，小姐，你觉得你会愿意嫁给一个的士师傅吗？的士师傅就直接这样问，那就性骚扰啊。他也不是，那就性骚扰，就看他讲话的语气。我问说，那后来你们有聊起来吗？原来他说那司机跟他讲，他交往过几个女朋友，
到最后要临门一脚，那个女朋友还是考虑到你是开车的师傅，我觉得面子不好看，我不能跟人家说我老公是的士佬啊。嗯，香港 很好玩，叫人家什么佬什么佬啊，的士司机他说的士佬，像我们写作的写狗佬啊。对，你碰到警察问他，我提醒你啊，在香港你叫他阿 Sir， 不要叫他差佬，你要叫他差人，你叫他差佬他很不喜欢的，觉得你不尊重啊，瞧不起他，可能是这样，很多不同的人的那个风格。又婷，你这么好看的，你打车的时候哈，有没有碰到过的士司机跟你风言风语的？没有到风言风语，但我有做过不用钱的。这是女人唯一能记住的事。就他载我，然后就他，因为我那天穿着是，我那天还特别打，就是因为我那天要去主持活动，所以我的妆很浓，然后就头发很明显，就是，然后你也知道我爱穿短裙，所以我就穿了件短裙，然后但我要件外套，小帅要回着头再开车吧。他也没有，他就说，哎，你不太像是一般的女孩，你是要去干嘛这样子？然后我就因为我要去那个叫什么会展中心嘛，我就说我是去主持活动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难怪你长得那么漂亮，然后大家沿路就开始聊你在哪里工作，叭叭叭。当时他就说，哎，我也难得载到美女，他说这是我的名片，下次扣车找我，这趟就不算你钱。哎，所以我只要找不到车，刮风下雨，以前八号风球我要上班，哎，香港的士司机八号风球是不上班的，对。可是我偏偏需要车的时候，公司车也没有的时候，我要上早班，那怎么办？我只好打给他。哦，以后你真的就找他。我就找他，但我有付钱了，我那时候还是有付钱。我非常好奇，他就比较会风雨无阻来接我。哎，我很好奇啊，又听你打给他再找他的时候怎么讲？哥哥，我就是那个没有，我就只是说，我就纯粹说，就是我现在，但他听到女生的声音，然后他再见到我，他自己会，他们有一个办法记住的，但我就但不用提醒他了，真的很乖。有时候也要当心一些哥哥或者叔叔，他这个一开始都是付出，等到有一天真的，叔叔也是有要求的嘛。所以我就叫了两次以后，我就觉得有点太风雨无阻，他有时候他自己接不了，他就找兄弟接，然后所以兄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觉得算了，就是不能不好吧，一起上不太好啊。哎，所以你看刚才家辉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你知道让我想起什么呢？非诚勿扰了。嗯，就是你看，她这个女的和的士司机，说到底还是要讲到一个门当户对，门不门当，户不户对，对不对？哎，所以呢，就不得不要讲，为什么我们要讲非诚勿扰？我们有我们的江湖规矩，一般来说不黑同行，对吧？但是特殊的时候可以黑一下。不是，我也没有黑，就是非诚勿扰，人家这么成功的这个节目，他的这个绝大部分嘉宾。都是好的，是良善的，对吧？他的这个绝大部分征婚呢，都是这个靠不靠谱我也不知道，对吧？但是呢，他有极个别的是出了事儿的啊，所以呢，这个而且最近是社交媒体上这个太热门的太热的一个话题，这个女子呢已经被判了刑了，判了10年有期徒刑，是什么罪名呢？是杀夫，她是。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参加的《非诚勿扰》，当时呢有很多粉丝啊，因为哎，你可以看看当时电视的截屏的这个照片啊。你看，生活需要不断的体验。王佳32岁，出版社编辑，她自诩她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高才女。然后呢，你看她出生在一个不应该犯错误的地方，是延安。她你看当年说，我真的很想有一个家，七情上面呢。你看到下边。这个，哎，这是当时征婚，就是配对成功，拉着了一个，听说也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总。你看当年很感动，他啊，他最有名的是发表了，你看下边还有没有照片啊？他啊，你看发表了，据说是至诚感人的爱的宣言，这就算是配对成功了。还有没啊？对，配对成功了。但是哎，这真是可以拍电影、拍电视剧啊！就一个女的。在咱们叫素人，他不是咱们这种职业的，上了一次舞台，他的心呢，好像就永远的留在了那个世界，他觉得他是那个圈里的人。可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真实的情况是2周之后这俩人就分手了。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男的放了他的鸽子，给他留了个什么短信，就是说，哎，我明天去美国公干，就像有些男人睡完了，我明天开会，再次不见踪影。于是呢。他就据说这个人的心里五内俱焚呐，这个羞辱啊，干嘛呀，就非常痛苦。但是呢，他当时的粉丝都上万了，对，很多人就一直在安慰他或者什么的。
其中有一个网名叫文文的这么一个小伙子，哎，据说是每天晚上就是给他这个发言，嘘寒问暖。嘘寒问暖，就那词儿说的还挺好，就每天晚上用他温暖的话语抚慰他寂寞的夜晚。结果简单就趁虚而入，对，趁虚而入。结果这个女的一开始是根本就不予考虑，到后来可能是被感动了，对，两人一见面还真的就成了，结婚了。你知道就是这样，就这小伙子一米八，说是板寸啊，就结婚了。那很好啊，结局很好。结局没有到那个阶段，结局还没来。嗯，真正的结局。广告之后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我不了解女孩子会有这么一种心理，他觉得他跟那些女嘉宾呢好像是一起的，对，但是慢慢的看出来了，就结了婚之后他老公呢就是个小职员，而且这个说婚房啊还是按揭的，然后呢自己就觉得不满意，他最主要的不满意是人比人气死人，他看见那些非诚勿扰那些其他女嘉宾，有的都出了专辑了，有的拍广告了，有的就红了，你知道吗，他天天在电脑上他有这个朋友圈，是就看这些女人的这个情况，终于到最后怀了孕，快生孩子了，还在那个男女朋友圈里就跟一个看见他的一个当年的女的同伴嘛，说出专辑了，他心情又都挫败了，结果这他这个老公终于就恼了，就说你不要再做这个女神梦了，就把这个笔记本带了，咵就给他摔了，说你这是干什么？你回到平常的生活里来，你都早跟他们不一样了。结果你说莫名其妙的，就一晚上辗转反侧，第二天。把她老公给剁死了，不是就砍死了，砍死了，制造了这个杀人案，现在判有期徒刑10年。她说她本来是要砍人，然后再自杀，结果是因为没有自杀成功，所以被抓走了，是吧？就是还怀着孕快临盆了。那中间有一个关键的点要补充的，她有忧郁症，她有忧郁症，因为我们是参加《非诚勿扰》之后得的，还是之后？那跟《非诚勿扰》无关啊！你做节目不能有保证有售后服务啊，对不对？那做节目要这样聊。有一句广东话，我觉得说的真好。比方说，我做媒婆，把这女的介绍给这个男，我说好的，我包结婚不包生仔呀，不包生小孩子，对啊。你们结了婚，甚至离婚，能不能生是你们的事哈。我的服务到此为止。所以其实这听起来非常悲哀了，可是也是自找的嘛。她当天嫁给那个男生，那个男生没骗她吗？她不会说骗你说我是土豪什么，对吧？我就是文员嘛，你选的路，你自己心放不下。就是她不知道，因为我从看这个文章报道当中的内容，我觉得那个先生是个很好的先生，就是一直跟他讲说，例如说你不要做你的女神梦，他没有批评他，只跟他讲说你应该回到现实生活来。而这个男孩子，如果因为他之前有过这个，不管他上了节目怎么样等等等，遭受如何挫败，这男的还是个愿意跟他在一起，我觉得那个旁边这个他杀死的这个老公应该是个真爱来的，但是他很可惜，他就是一直在上面比着，就没有回到这个现实生活中来，所以我觉得倒是。亲手把自己的幸福毁掉，我觉得这件事蛮可惜的。但是就说，但就挫折容忍度太。你看，我们说啊，这个嫉妒，对吧？你不会嫉妒刘德华，你看，你就形成嫉妒的都是同才之间，对，跟你一块儿的。你说这是为什么？你比如说奥巴马再成功，你也不嫉妒他。是。但是你看，他就是一起参加了一个就选不是选美，就是这个征婚一起的女嘉宾。这就形成了他的一个圈儿，那大家就像同班同学，哎，所以我就说，同样现在女孩子，我想我也会，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哦，同一期出来的，像现在，例如说我到香港了，那我们那时候一起当主持，一起当记者变成主播的女孩子，在台湾发展，有的现在已经是台湾这个晚间新闻主播了，哎，这等于是当家主播，那他们有时候看看想说，哎，凤凰卫视在哪儿？没看过有没有？就会，如果你要去比较，那你可能会觉得啊，想当初如果那样的时候，如果不来香港，我会不会在台湾受到欢迎？我会不会怎么样？然后他也有嫁很好，嫁豪门的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但是我后来发觉要想，就是说大家现在把这个成功看得太单，也不成功了，就把每一个人的生活看得很单一，就是你可能看朋友圈上的，或者是你就是看他所说的。
你从来没有过她的生活啊，你不知道她今天嫁一个老公，她你觉得她很有钱，但这有钱的背后她是不是常常回家呢？你也不知道，因为她可能要在外面挣钱啊，她不是每天陪你的，你旁边这个挣不多，但她每天晚上陪你吃晚饭，你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她一定任何东西都是有得有失的嘛，但是你只看到她的得，我没有去看她失去的或者她付出的，那这样子的去对比的话，那你比不完了。就那是一种思考的习惯了，心态了。因为假如有这种跟人家比较老公啊，自己成就的女人呢、啊，她就算不这样，还发生这种悲剧，平常她生活不会开心的，坐下来都会觉得，咦，大家吃块牛排，我觉得你比我大啊。是啊，她就从那个角度去看。我有个朋友嫁豪门，然后我就说你的生活这样应该不错。他说我跟你讲，豪门太太你知道在做什么？每天生活就是比谁的手机拿，比的谁的包包拿最大，最贵。这个哎。这贵的当中还有更贵，还有再更贵，比谁的孩子先进一个好的学校。他说我每天下午茶的生活就是在比较。他说我这个已经，哎，你要这么说，我又想起当年《非诚勿扰》有一个出名的，就是说有个女嘉宾说出那句著名的话：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那你今天坐宝马了，那别人坐宾士呢？那连哭你都还要比嘞，那还有坐宾利哭的，那你要不干脆宁愿坐宾利哭，也不想在宝马哭，这就比不完啊。没，因为哭这个前面可以加一个形容词，我哭可是哭得很快乐啊，等于我们去百货公司买东西，有时候很贵，贵得很心疼，可是心疼得很快乐啊。当他这样选择的话哈，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比较也不见得全部不好了。有时候会看你怎么用它，像我经常说我在美国读博士班的时候哈，写论文很惨的，每天坐在那边十二个钟头。我最喜欢一件事，写到晚上十二点左右。问大家写的怎样啊？不是，我就开车去我住的地方附近那个小酒馆，非常破落的，我要坐在那边喝酒，干嘛呢？除了喝酒放松以外呢，我看见那些周围的人，老妓女啦、吸毒的啦、流浪汉啦，进来喝杯酒了。我觉得好快乐啊，他们比我惨多了。我觉得我写个论文每天学一个钟头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样比较会让你那个进步嘛。当然你要看你心态。我记得刚流行那个微博的时候，我听一些上海的作家朋友说，说哎呀，家辉很烦恼。他说，我说干嘛？因为微博啊，我的朋友啊，作家圈啊，都互相关注了。那我每天就看看文涛今天的粉丝量多少，哎，他又比我多。那个又停了，你的留言量多少？就互相比较啊，就每天看看自己多了多少，你多了多少。有多受欢迎。哎，你说这个，我真是就觉得，为什么人呐、啊，有的时候我完全能理解，对吧？我也会嫉妒，也会干嘛？可是有时候我也很同情别人，因为我觉得呢，我有点自己的小爱好，你明白吗？就是我在外界世界里的种种心理不平衡啊。我有个逃避的地方，我只要一回到我私人的这个爱好朋友圈里，我就觉得哎呀，湖中天地大，对吧？什么这酒中日月长，跟就是我有一个去处。是，但是我见到生活里有的朋友吧，我真的很同情他，就是而且哎，还有很多就是这个女孩子，甚至女主持、女演员、女艺员，哎呦，完全是在这个琅琊榜这个排行榜上，你知道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太痛苦了，因为你没有别的乐趣了，你没有别的去处，于是你从早到晚你就在关心这一件事情。你完全可以想见另一个女的夸一下子演了个戏火了，哎呦，这个心里啊，这个心里你要嫉妒是绿色的，真的你能感觉到是一种暗绿色的。哎，我就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跟同圈里的人发生这个呢？我那天瞎想啊，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其实呢，他们一开始说嫉妒啊是很不理性的，对吗？因为你嫉妒刘德华干什么？确实是刘德华不值得你嫉妒，因为他离你太远，他不威胁你。可是呢，当我们在原始社会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候，自然资源非常有限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你这个种群内部他有吃的就意味着饿死你，还真的是就是说他的成功就是你的失败，他的 DNA 的延续就是你的绝种，所以才会有这种同种同族的这种本能的
不安全感，你觉得我这分析，哎，够社科院的水水水。如果你很执着在这一单一的路上，那是。可是现在我告诉自己的方法，就是一旦我嫉妒心起来，或是觉得很沮丧的时候，我就说人生是一个马拉松，就是说他，你今年你今天输他，你今天拿这个节目，尤其在凤凰看多了，你今天拿这个节目，明年这个节目是不是可以继续？对对。对对对，文涛哥，不是每个都是15年，我每年我也曾经看过一个人节目起来，我就说 shit 又不是我，对，又不是我，我又边边了。但是明年这节目还有没有，你也不知道，不见得是他的问题啊。这个东西就是世道，这个公司要不要这个政策什么，你很难说。我今天也是，我今天拿这个节目很开心，哇，终有自己的节目，明年关掉也是我，就这东西你不知道，这每一年发生什么事，那到底什么才是最终是你要什么？我觉得这个。马拉松你真的不盖棺那一天你怎么知道？对，又听说出了这个凤凰员工的这个心理，主要是我们这个嫉妒的这个标的啊，对啊，老让我觉得有点嫉妒不起来。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是说为了宽慰这个嫉妒者哈，我可以讲一个这个体会，就是说你知道你嫉妒的那个人，你必须明白你不了解他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通常都是这样，就是你不知道他有多惨，他有多寒碜，你这你是在外表，就像我跟你讲的，我说为什么凤凰这个我也不嫉妒，就是说哎，好比比如说我们锵锵三人行，我或者你知道说起来对佑廷有点这个不尊重，但是要真实的情况啊，我的有些这个哥们儿啊，你知道他会觉得，哎，他就会喝酒喝多了跟我讲，说文涛，佑廷怎么样？我说怎么样？他说这个床上怎么样？哇，这话都说，我说那我哪知道啊？他说上你这个锵锵，难道不给潜规则一下吗？哎呦，我说我得求人家，我说我得求人家佑廷上我，不是对。就是你知道吗，他会觉得哎，你这太值得嫉妒了，你这家伙哪个女嘉宾做你这节，他哪知道我们这嘉宾荒啊，请人家请不来啊，我都愿意现身，对吧，你这哎，我这么问下去我就是怕你现身，所以我说我来你知道吗，他们会觉得哎，他们不了解的人会嫉妒啊，会觉得你艳福不浅呐、啊。这么漂亮的女嘉宾，那个不叫嫉妒吧，文涛，假如你那些朋友啊，我觉得这种朋友基本上不能交的，他说因为这是假设你会做这种事，你在我们心中是多么好、啊、我连潜规则叫他都不要我的。我也不会，我也不是不会做这个事、啊、真的，但是主要是我们的供需关系他理解错了、啊、现在是我找人又停，人又停经常没空，我得求人家来，你这家伙没有，我意思是说这个不叫嫉妒，假如你朋友了、啊、那就羡慕，有没有羡慕，因为嫉妒的意思是说假如你没有，就像你刚说又轮到他了，现在就算你没有也轮不到他嘛，所以不叫嫉妒嘛、啊、所以我觉得说对啊，他是羡慕嘛，他想跟你分享一下哈。其实我这个问题也想问你蛮久了。你怎么胡说八道了开始。我这个问题也真的想问你蛮久了，可是既然你刚回答了，我也对对对对对我也解答了。对，又听你谈谈你是怎么上来的。我怎么上，不就是靠一张嘴巴上来吗？不是，其实这个你看，所以说这个人比人为什么不值得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哎，都已经厌倦舞台了，说实在的，如果你不给我钱我逃避这个舞台，但是你会看到，比如有时候我做一些评委，我就会发现生活当中啊，你的确是，你像这个王佳就是啊，只有一次，你要想到啊，只有一次他上电视，这对他来说成了一个名人，他那个感觉啊，确实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对吗？我觉得这个社会圈啊，每个就是怎么讲，以前我们常说，或许我在台湾常会说要尊重嘛，互相尊重，不管你是不是名人，但现在显然你的地位或者是你的知名度才会带给你尊重，那不就是很多网红出来的原因嘛？因为他觉得我用尽各种低道德的方式，只要红了以后，我换得的尊重都很值得，对吧？所以这是注意力的一个问题。还有另外，我觉得除了他享受那个注意力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是，挫折容忍度很低。就是说台湾也是发生过，就是常那种台大的学生啊，我们之前才发生过一个，就是一个台大的男生，他呢这辈子就是听说是台大宅王，
就是打电动特别厉害，然后呢也算是小有知名度吧，因为都是这个电动冠军。可是呢他找女朋友就屡屡挫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马上就跟人家同居一个月认识，但还花尽所有的钱，因为他还是听说还是会计所的里面的一个职员，然后呢带他去玩啊什么的，把所有的这个薪水都放在这个女生身上。那女生跟他讲说，但我觉得因为但是这男生有点情绪的问题，所以他讲说不要。结果呢他就堵在那女生上班门口砍了47刀，还吻尸，吻尸。什么叫吻尸啊？就是抱着他吻他，说我不是故意的。砍之前吻还是砍完尸体啊？砍完，所以他是说我是爱你的，只是你为什么要逼我这么做？而且他在砍下去之前问他一句话：再当我一天女朋友就好。一天。那女人说你不要烦我，就这么一句，那一刀下去，下去之后整个就是失去理智了啊。但是这个过程到最后，人家现在他们也是要判刑，那但人家说是不是死刑还是可以教化什么的，但是男孩子在里面不停的忏悔，他就跟人讲，我就只是很爱他，这件事情到底错在哪里，就是我就是因为很爱他，他为什么就是不想他，但是很无法解决他为什么不爱我，我花了钱我陪他我对他好，他为什么不爱我，就精神错乱了，就太执着到